我差一点三星吗？我的天哪！烂，真的烂。不要，我们要拍你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好了。哎。就算玩几百个小时，还是很累。是的。有报酬金保险，等一下，报酬金保险在这里到底有没有用啊？没用，没用。好，那昨天我吃了，结果死掉还是没怎么样，啊、那就算了，算了。嗯，空白，出发。龙人。到捕获王上堂的声音，断线声。和我听见。欸，我不是有吃饭吗？怎么血这么少？哦，还是我没吃。哦，看体耐力啊！我体力好短。那就没事了。你们是要先干嘛？挖矿。先挖矿。那加油。其实好像也还好，因为你要出去才能加营地呢。吗？嗯，是是吧？是啊。所以现在没有必要了、欸，还是可以啊，还是可以、啊、反正就是就还是挖一下啊。我在挖啦，我找不到。森林的结晶，森林的结晶，巨大矿脉出现，谢谢大家。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快？厉害吧？厉害！我矿小，真心佩服。Where is it？ 森林太大了。那个小鹿进去，你有看到那个吗？大的蜜虫。在叫小有有，我有抓过。啊，进去啊！还是要再抓一次？不用抓，不用抓，进去进去，因为那个大蜜虫是我的。哦。是我要抓的。干雷。直走，直走，直走。这边。对。哎呦，这边有可能有大矿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哦，叮叮叮，在这儿吗？我挖到了，我挖到我半路结晶。腐朽。哎。你的大矿、欸欸，你的大骨头也在这里耶。对啊。欸、直走右转。你们佩服我啊？你在爽什么？我没有。你在笑什么？因为我没有，所以我笑出来了。
對啊、船。哦。你在船我要矿啊。不过刚刚都是腐朽，是不是要升等才会有？才会有繁荣？有可能。我要繁荣哦！我看到胡总。我还来是把他抓起来。哎。哦，屁股好痒哦，抓。交界处不太会用。暴力的东西。好 ，nice， 不用看了，没有毛笛了，去帮我挖矿吧。我看完了。我真的是探索废物哎、欸。嗯。我找不到任何的矿，为什么？要這樣是我眼睛太废还是？没事没事，这边的矿比较白。啊，你要上下层跑。好、哦。动起来。哈。哈哈。真的有吗？怎么都是挖到森林的？我有啊，我挖到繁荣。我都看到古种，我看到矿。哦，繁荣的结晶有了。耶、欸！你来楼下啦！不要说你找不到位置在哪里哦、喔。我是真的找不到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啊？嗯？不对啊，你不在森林啊。我不是森林吗？我没看。你那边没有矿，你那边没有矿，过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要修骨。回来，回来，蜜从这里。我得跑。回家域，然后直接导我们过来吧。哎，这里有个复杂的。不会啦，我走习惯了。这讨厌森林。不管森林在哪边，主要是因为没有看不到天空吧，东西太多了。大陆卖炭，我的跑啊！要去滚到，来来来，就这里这一区才有。好，有了哈，看得到了哈。
有，但是啊，有了有了，繁荣。要几颗啊？要几颗啊？靠，有点忘记。修火。我记得好像一颗吧。多一点啊。好啊。钓完鱼了。那就爬这个粗粗的藤蔓上来。啊。好。哎。嗯。哦。一袋。平面怎么了？对。会不会直接被毒死？应该是不会啊。中了一个麻。继续毒。倒在地上。然后就进去剧情。噔！啊，黄矿就被运回家了。刚刚还有太阳，现在太阳不见了，又开始冷了。现在是晚上，我们怕冷呢、欸。怕，嗯。你下面还有，只是要到更远。对啊。走、哦，下来。下面也有，是不是？就上下上下跑，其他也有吗？也是算森林地图吧，那个。我都在这边绕的、欸、对啊，在这边绕就好了，其实对啊。哦，我都没有绕出去过哎、欸。不过其他也算森林的。哎，真的有吗？啊？说平常我们打架的地方有。哦。那一个、啊，糟了，捡到蜂蜜了。蜂蜜超不值钱的、欸。种出来就不值钱了。我现在蜂蜜999，再加上有蒸汽又有那个蒸汽又有大回复药。对啊。哎、欸、哎，平、欸、原，我好像缺他素材，来来打他。Monster 江，关个麦。好，他开。不，一定是江江啊。悟空龙是只有三陆三户，你卡大声，听无？我说他悟空龙是陆三户才有的。悟空龙，对啊。干、嗯！我把杀了几百人。哈哈哈！哦，他应该关麦了。这个声音真的很刺激。你要去哪里？啊，没有，我回来了。下次麻烦关个麦。哦，吓到我的小心脏了。我跑路上后台地。可是你们听得到什么、啊？刚刚我听到你在不知道收什么东西、放什么东西的声音，然后听到电风扇的，是不是吹风机的声音？机的声音。其实那是吸尘器。哦。一个一样啊，一个吹一个吸啊！哇靠嘞！吹尘器，吹尘，把所有灰尘都吹到床里。够！我还不晓得这个麦克风到底能收多。你的麦克风，搞不好你放屁也听得到刚刚那种声音。哎呦！来，那我来试试看。教主，嘿、hey, ，以前猫咪吹那个音乐，那个他用那个音乐，你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我说他猫以前猫咪用音乐的时候会有补血效果吗？不会啊，那是本身补血的效果啊。啊？本身他也会帮你补血不是吗？是吗？他音乐的时候会帮我补血。他不是说用这个来治疗你吧之类的就补下去了？是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带爆弹啊，带那个盾。盾牌也有补的效果，也有被补到啦。有，
那小说以前有这东西吗？John， 可能没有啊。你们在挖、啊？有啊，我在找。我看到他在找啊。我一个走来走去。你怎么？然后好像去钓鱼了。大矿好像要出来了。欸、有矿啊！我又多挖到两个阴道结晶了。啊，什么声音？那不是我出来的、喔。我在想说，谁？你真的放屁了？好啦，矿要出来了。啦啦。矿呢？阴道的结晶，这样听起来好难听哦。听起来就像脏话。好，结块了有没有？哦，哦，哦，啊！干嘛啦？恶心。啊？非常恶心。而且还塞在里面。哎、欸，在我这，在我这哦，他马上出现了。小穴道里面，不、欸、小穴道、啊，小蜜道里面。你可以在，不是没错啊。你们出来右转啊，都你啦，安我啦。白金鱼。白金的鳞片，我会捡到矿。等一下，下去的路在哪里啊？找不到，嗯、爬下去就好啦。我在找这里啊，在这边红红灯，不然就是绕着贴着左边走就到了。贴着我吗？嗯，我们昨天我们那天才在讲哎、欸，我在讲那个什么，我在。教他们走什么路？我说，哎、欸，那个啊，那个偏左边，不是那个左边哦。他就是这样。OK。Good 逃。为什么那导游我都没有？这个小。Yeah。我的矿呢？我的矿已经离我而去了。被吃掉了。找不到矿哎、欸，矿真的不见了。哎、欸，争夺地盘的痕迹，干你跳屁啊！哦，没有，这边我拿过。哦，哎、哦欸，哦，又有了。暗溪挖过，暗溪挖过，那个你爬下来就好了，你爬下来就看得到了。你打我就开红了，你是不是我敌人啊？是。你在哪里？不能标记一个点。啊、你要来挖吗？嗨，嗨，杰超，你要挖？来了，我来了，搞定了。他是想打我打不到，那么好笑。不是，重点是我没开红啊。对啊，为什么我开了？可恶的欺骗组，只看一个人。杰超，你要不要来？我正在来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动，不动，先让我挖下。看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嗨，阿鸟，阿鸟在喝水。好，啊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在耍我？我要先回家。等等等。好，看到在哪里？啊，在那边了。唉。巨大矿脉啊！交哎哦，交货委托可以看哈、哦，啊一颗啦，好可以可以，我那没差啦，就直接直接去打陆三虎吗？你要出去也可以啊。现在好像没有陆三虎了，对怪可以打，直接引导出来啊。
对啊，那我就调查报告，什么都没有。耶耶！洛山湖的巨大矿脉我还没挖、欸。又出。他是你回来是不是？刚回来啊。哎嗨，修理就不关我的事。哎、欸，你们想要打炫鸟浮空还是水妖？炫鸟浮空。好，阿福。阿福，弄他。那 G D 要打吗？没关系，你打、啊，你打别的。抓起来！他要什么时候才出现、啊？可恶！烧鸟，要不要走？消失了！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！你刚刚说什么发言要检举？啊！我在厕所里面听到你在那边。什么什么什么道的，有个夸张的，引导的结晶。我刚刚已经在寻找检举案了。好，去尿尿。检举粉丝专业。耶耶！去找浮空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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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阿福看到了。呀。他站的好中间呢。很中间，而且我看到巨大矿脉了。开打，开打！我来啦！啊！你可以要自己撞一下，我已经撞完了，可以再撞一次。我现在拿重，所以还想吼啊？啊！哎、欸，啊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没事，不是。哎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！下来，继续。来了！啊！我想赌这个。我想说，为什么这边会有熔岩地区的那条龙小龙？原来是 Uber 吗？对啊，稀有种，我都喜欢叫一些怪怪的东西出来。想要打到什么了？我晕了。哇，好 Q 弹哦，那么可爱。
很可爱耶。四次啊、哦。他好像是看人数吧。四个人就弹四次。是啊、哦。不知道，我记得有一只龙是看人数的。